意思哦，我一看到帅哥就会有这种反应了。帅哥，你觉得我还可以吗？下一个。很骚啊！就是嘛，哼！妈的！你们两个给我站出来！喂，大佬，你份简历就太简单了吧？简历嘛，当然要简单了。好好好好，咁你可唔可以自我介绍下咧？我叫阿猫，今年23，处男。我爸叫阿狗，今年45，也是处男。我家有3男2女，两个不男不女。这个时候我想我应该来一段才艺表演了。我的冬春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。是村里一朵含蓄飘香的菊花。菊花灿烂地表，你的笑容里泛滥。帅哥，我今晚想去你家复试。